大家好，我们是七哥八哥。哎呀，八哥，今天大家聚在这里是要做什么呢？今天就是我们师大估价王准备要来公布解答的日子咯。什么？我们要把这个小猪火开来了吗？没错，四年的积蓄就要在今天公布谜底了。那我们要怎么算这个小猪里面有多少钱呢？大家看一下，我们手上各自拿的这个是一个可以容纳100元硬币的收纳盒，100个1元。那我们把它装满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装这个袋子里面。没错，我们会把它放在里面。那我们装了几次，这次由谁来帮我们寄呢？由我们邀请到我们七哥八哥的好友九口顺风耳。不是九口吗？好，邀请到我们顺风耳来帮我们寄。好，镜头有拍顺风耳吗？镜头完全没有。镜头拍顺风耳吗？好，我们现在为我们掌镜的是我们七哥八哥的好友千里眼。千里眼，千里眼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千里眼说声，就说句话，说句话。千里眼打个招呼。千里眼说句话。好，谢谢。你干嘛还咬着那个电费单？好，我们谢谢明显有低能障碍的那个千里眼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要把小猪火开啦。好，没错，就由小猪的主人八哥亲手把这只小猪火开啦。要怎么火？欸、感觉有点危险、喔喔，危险，有点危险，小心哦、喔！搞不好把这个箱子……哎、欸，我觉得钱会把箱子压烂、欸。这个箱子搞不好坏掉、喔。看着这个歌啦，好，你看别人。这一段，这一段我们可以快转。哦哦哦！哎、欸，里面都是钱呢、欸。哦哦哦！小猪再见啦，罗志祥。好啦，你用尖端戳。啊，已经开始有一块钱掉出来了。短一点，用尖端戳，你这样太长了。好，用戳的。哎呀呀，尖端科技。光斜斜的，你要用戳的啦。好了，我就可以了，我就可以了。有了有了，小猪，小猪逐渐的死去。哎呦，切断，哎呦，不要切断，要给下一个生日的切断啊。也给下一个存钱的人切断。啊，我有，这样子硬要说。好了，准备了。他已经渡破长流了。没错，踢球啊！海德哥，海德哥，救我！干！哎，快倒了，快倒了！可以。不行，我要把这只猪切断。他断了！小猪。七哥八哥，我们十年之后就拿这只猪的另外一半当做信物，很相认。你爹在那里给我半个烂猪，我还你10个烂猪。好了，七哥八哥，快赶快来数钱吧。反正拉过来，因为那个钱有点歪。好，你现在完全就是很想睡觉。哎，好，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装狠的耶。钱全家优良店员。对啊，钱全家店员。好，这一段开始变快了。家的不是这样子的。这样确定有10个吗？一格。有了，说有就有了，十个了。好，现在可以修改自己的答案吗？可以啊。好了，现在不要，我们在场的就不能再修改了。啊、这样我可以算到剩下最后一枚硬币再去修改了吗？观众以示公平。哎、欸，我好难存哦、喔。10枚就好修改。我没有在全家打工过关，有差。真的、欸，无名玉速度是你的10倍。有这么快吗？啊，七哥，我很紧张。七哥，你不要数那么快啊！你们要先照一张，就在钱堆里面的那种照片。你们哎有哎、欸，七哥里面有5块的哦，你看这里就有一颗5块。有5块的阴人哦。5块的，不要存进去。阴人了。格式要跟我换钱吗？格式不一样，你看就知道了。相容性不符。很多5块的。对啊，还好吧。这边有一个，几个而已啦。搞不好还有游戏代币。快乐熊吗？汤姆熊。哎、欸，烟斗才不是那种推的那个。你不要让我等下那边倒了。推倒了，你就要捡到哭了。就留给下一个叔叔。好，100的跟我说。怎样？他总觉得你们没有耐心能够把它给数完。我也觉得我们快没有耐心数完嘞、欸，快要受不了。不会啊，我猜。哎、欸，你们觉得你们目前这样看，你们觉得多少？这样他觉得有20000元。我这就是3210的。哎呦，红林先达成了。哎，我先达成了，全家店员妈废物。好了，第一个100块。哎，等一下。哎呀，被明玉抢先了。你要记好，我们到了几个？不要，那我忘了，全部倒出来重数，我他妈杀了你。200。这里好像
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刚刚有确认过。你要相信我。好，目前200人。200人啦。目前200元大券，还有那么多硬币，可以确定的是，李真怡已经出局了。李真怡多少？李真怡才330。李真怡 out。李真怡是笨蛋。李真怡的小白痴。李真怡 out。小看我的注。你有去统计哦？你有去统计每个人？有，我刚刚统计了，我在 Excel 档做出来。好，来下一个，下一个是多少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下一个白痴。接下来大概要500多了啦，只有李真怡这白痴才300多。这绝对超过500的。味觉绝对超过500，这个绝对破千的啦，应该是破千的啦，绝对破2000，千元以下那个名单都可以出去了。千元名单先去白鹿洞哈，大家出个漫画等我们，大家四年后再见的啦。我当初我觉得这个应该破2000，哎，我觉得数完我们会满手铜臭味，我现在就已经觉得很臭。我是有钱的大爷，我就很多一块钱的大爷，我可以去。屈臣氏加一元都会加到死，加到把他们全库存全部买光。加一元都会见，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呐、啊。不然我们今天去买牛魔王就可以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队友你100吸，是牛魔王，很鸡啊！哎呦，八哥有在便利商店打上班的潜力、啊。哎呦，林北是冰能打多寒的。哎呦。为什么冰人打很多一块？小树都会默默威胁犀利的。真的。哎，这里少一个。好了，第三个答了。你是可以拿成的。你要到啊！你要到啊！顺风耳，你先到哦。到了我就会忘记我先。先到流川枫啊！你这样子漫不经心的海上受难者会很难过的。对啊。好、哦，要记得画哦，四个喽，四个喽。先画才到，好吗？3000不一定。全家的那个是一千多，是哦，好啦，顺风耳，顺风耳，我先到，先到。Oh
开始很难一把把它抓起来了。不要了，可是这样攀枝很难记吧？攀枝很难记，最后一盒就看多少了。你要听出来了吗？你这两盒给我，你就存在一盒就好了。你家钱真偷，因为我猜应该剩一盒。你在里面偷笑，挑拨我们之间的感情。我是啊，也才80哦。是三倍油。现在多少？2200。2100。加最后2200啊。干，这个是2266。不可能的。很有可能的，他最接近的。2200对不对？我们还有两个5块哦。2210。现在一定没有2266。啊，那五块的嘞？五块的也要算啊，五块也要算啊。算一块还是算五块？算五块啊，不嘞。2220。哎呦。2224多吧。2230。2240。41、42、43。答案是多少？2243。我猜钱是真的猜，有两个猜2200的，好，谢谢大家对七哥八哥的支持，那我们全民我们四大呼叫。